新拳呢，这个是一个古老的拳种，啊，它有五行，啊，12型和一些套路，啊，这个五行拳呢，它总的来说呢，它是以劈、崩、钻、抛、横五个拳种，五个拳法组成的，啊，它跟古代的那个金木水火土这个相对应。所以称为五行，啊，五行。那么这个我现在讲的形意拳呢，它是我的老师啊，祝奎霆先生呢传授的，啊，楚老先生呢他是向李成义老先生学的，那个李成义老先生呢，他跟随了10年之久，所以他对形意拳呢基本上是。李成义老先生的一派的这个形意拳，所以他这个形意拳呢也打得比较开展稳扎实，啊动作也比较准确一些，啊所以这一点呢，所以我把这个形意拳呢基本上都学了下来，啊所以现在呢我把这个五行拳呢每一个动作呢把它讲一讲。啊，那么这个五行拳呢，这个练的时候呢，主要先要学那个，我们过去都大家都知道要站掌，站掌呢，通称我们就叫做这个三天式，三天式站掌，三天式站掌呢，就是什么叫三天式呢？就是这个三间相对啊，这个手指跟臂间跟脚尖啊相对三间对，啊，一般就叫三天式，所以这也是形意拳的一个基本功啊。这个上站掌，你站稳了，站好了，它是这个三天式呢，就是说把整个身体动作完整的做成一个动作，啊，使整个这个形意拳的要领啊都集中在这个三天式里面。所以今后练好这个三天式，对今后练其他形式的形意拳呢，都有一定的帮助，有一定的基础，基本功有了，那你这个下面就学起来就比较方便。啊，而且以后的气势什么都是三天式开始，啊，所以我把先把这个三天式呢先说一说，啊，现在好，这个请我们同学呢做一个三天式啊，这个三天式呢就是说，这个右脚在前面啊是虚部，啊，这个重心位置呢就是在这个3/7分啊，前脚3分，后脚7分，怎么叫三天呢？就是这个手指。这个手指呢对臂间，对吧？食指对臂间，高度对臂间，这个前后对脚尖，对吧？有三间对，相对相对。那么就是说，它的要领就是说，头要顶，行要竖，啊，两肩略微要扣，啊，手要呈松肩呈皱，皱纹，啊，这个皱纹，哎，这个下面也要皱纹，也是松肩呈的皱纹，哎，胯要松，对吧？两膝要扣，两膝稍微也要扣一点，啊，脚尖要扎地，对吧？那么，松胯，提肛，懂吗？啊，提肛，哎，这是这个三天式，啊，这个站呢，就是说你可以，站的时间长一点可以，啊，腿酸了换足脚也可以，都足油换一换，啊，换一换，啊，所以三天式呢，基本的要领是这样啊，上身要垂直，啊，不能往前冲，啊，上身直，这是直的，啊，这是直的，啊，好，那么休息吧，好，我先讲第一个劈拳，劈拳呢，先请。啊，我的徒弟乌杰，叫他演练一次。现在我把这个劈拳呢，基本上讲解一下呢，这个它这个气势啊，这个气势呢，它是这样啊，气势呢，它是右脚往前跨一步，跨半步，哎，这两个手呢，两个拳头往里拧，往里拧一下，拧一下，这个两个肩膀呢，也是要扣一下，要往里面扣啊，
这个手扣下，但是你要放松，也不能用很大的力，不要用很大的力，自然的放松一点，这么一扣，一扣以后呢，这个拳呢，右拳从这儿，从胸部向上，一个无形的出去，无形出去，向上出去，在这个地方，跟这也跟鼻尖一样高，对不对？跟鼻尖一样高。那么再后来，这足脚再上来，那么再出手出脚。出去，这个手脚要齐。形意拳最大的特点，手脚要齐，脚到拳到，脚到手到，这是一个最大的最大的要求啊。最重要的一点，这个出去，脚出去，手也出去了，这样子啊。那么这个跟这个以前刚才讲的三天式一样，这个要求跟这个三天式一样的啊，都要脚尖对，身体直，手要塌，那么再收回来。收回来呢，这个一边往下收，一边这个手就抓拳了抓拳了。这个手指要，要炸手指这个手也是一练功夫啊，也是练这个劲，练这个劲，扎起来，往下扎，握拳，拳要握紧。这个拳呢，这个不是要带太极拳的拳，你放松一点。这个拳是我扎紧的，这个一边扎起，这个手扎得很紧，卷得很紧一定要抓紧，抓紧的你才有。练得出功夫一点了，是吧？你这个抓紧，抓的是往下抓，抓回来以后，这个两个拳呢就往外拧，要往外拧了，扎到腹部前，腹部前又往外拧，往外拧收到腰部，收到两腰侧，两腰侧以后，这个身体往后坐了，往后坐呢，这个再足拳出去，足拳出去呢，出足拳的时候呢，那么这个足脚要转一转，足脚尖往外劈，是吧？要往外劈。因为你后脚又要上步，收回来以后，是吧？出足拳，足脚往外劈，这个身体就往前了，这个重心就往前了，这个是弓步了一个弓步，那么这个手呢就在肘部侧面在这儿。那么这个拳呢有讲究这个拳头呢不是这么出去的，而是拳头有点拧的，这个小指对鼻尖，这个拳头有这个讲究的有这个讲究，小指对鼻尖，那么这个手指在这里，再上步，这里手靠一靠，再上步，这个右手出右拳，出右手，对吧？出右手，这个要求也是一样的也是一样。那么再收回来，扎回来，再是再扎回来，抓回来呢，就出去的时候呢，这个身体肩膀往前松了，有点松了，对吧？身体是有点陷的，对吧？那么收回来以后呢，这个身体呢就转直了，整个胸体就是往前的往前的，不能转到这边去收回来以后身体转正了，转正以后再出右脚，出右拳，这个小指也是对着鼻尖，再上步，是不是这是劈拳，就是这样子呢，以后一直打，长短不定长短根据你的场地。你打长一点也可以，打短一点也可以，打到一定的位置，那么要回头了，回头呢还是收回来，先收回来，收回来以后呢，身体足脚在前面，那么你就往右转，右脚在前面，那你就往左转，那么现在我正好打到足脚在前面，那么我收回来往右转，这个就往右转，右脚转，足脚尽量转重，你转的不能转位置。那么我这个右脚就提起来呢，就直接往前往后方向迈出去，脚尖还是往外，对不对？往外再打出去，再往前劈，对不对？还往前劈，好，再收回来，再打，你还是技术打，对吧？还是根据这个要求头要直，头要顶，行要熟，肩要松，再往前劈。再往前边，还是继续打，那么再转身收回来，再转过来，还是往这边，是吧？这个脚一齐呢，直接往外扭，那么这个当时也是跟这个脚要同步收回来，脚一转，这个拳子出去，同步的，手跟脚一定要同步，就同步，再往劈，往外劈，劈出去。所以这是就是劈拳那个来回可以练习。
啊，猪油都是一样。那么在收尸的时候呢，这个拳落下来，哎，落下来到腹部，腹部以后两拳并起来，腹部并起来了，并起来呢，重心往前移，哎，后脚上来，好，站起来，手放下。接下来我讲一个是蹦拳，那么我想先把蹦拳呢演示一下。接下去呢，就是我把这个蹦拳呢，讲解一下啊，讲解一下。这个气势呢还是一样的啊，气势是一样，这个还一直到那个三天师啊，所以这个三天师呢是一直都是要用的啊，所以这个三天师啊，像蹦拳呢，就是说要握拳了啊，一开始就要握拳，握拳以后。那么就马上就出步出拳，足脚进步，向前进。这个拳呢，啊，这个一蹦，所以这个拳出去呢，就是说，握拳以后回来，这个拳是旋转的，啊，这个旋转以后拉回来，拉回来呢，回来是横拳，这个叫横拳啊，这个叫力拳，横拳。那么出去的时候呢，是横拳，是力拳。对不对？所以拉回来是横的，横过来了要转一转，哎，旋转一下横拳。在出去的时候，这里要转过来啊，足拳要转过来比力拳，啊，所以出拳啊跟脚一同步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形意拳就是说脚到拳到，啊，脚到拳到，啊，哗啦出去拳到，啊，那么所以。跨步的时候呢，这个鞋呢不是一般的迈步，什么迈步品，所以这个腿、膝盖出去，腿人弯着，这身体不能站起来，一直是保持这么弯水平，啊，所以错步的时候呢，就是这么错，嗯，后脚跟，啊，一出后脚跟，跟进以后重心就坐到这个后脚，对吧？错步，嗯，后脚跟上，啊，所以这个是走的时候，就是步跟拳是一致啊，同步一致，嗯，啊是这样啊。那么转身呢，是先拳把收回来，收回来这个足脚呢扣步，是扣这个钉子步啊，这个是钉子步啊，一扣步，这个眼睛往右肩看，向右转的话呢，一扣步眼睛往右肩看，就看后面了，这一起就起，那么起来了，是吧？就起来啊。一收一扣，起，就起来了。再往下劈，哎，那个这个劈呢，就是说这个步子呢是交叉步，啊，右脚向右崴，嗯，这是形成一个用一个这个用法里面呢有一个踩，这么啪一踩啊，这个踩脚，这个一起，嗯，落步的时候一个踩脚，嗯，劈，所以这个劈呢也是要松肩承重，啊。这个后手，这个右手呢，就在小腹前，嗯，是这么个动作啊，踩下去了啊。那么再打蹦拳，那么再握拳，啊，握拳呢，右脚呢要转一转，啊，这个右脚呢往前转一转，啊，转一转再上足脚，嗯，再蹦拳。啊，所以这个里边很明显，这个是横拳。往前打的时候，这个拳就转过来了，啊，往前转为力拳了，再收回来，再扣步，再起，还是踩，是不是啊？
这个手右手在下边的话，在腹部前面，这个手呢不能，肘子我不能往下掉，哎，手指还是握起来，握起来之后好像这个有一定的威力性，是吧？这样子握起来，是吧？再握拳上步，再动一动，停，啊，这是来回打啊。那么收势，收势呢，这个身体不站起来，右脚先往斜后方退步。 退步以后，重心往右脚坐，那么由拳右拳就，是吧？回横过来了啊，横过来了，横过来，重心往后坐的时候，这个足腿往后撤，这个拳同时出去，啊，所以足腿往后撤的时候呢，这个拳也同时要触拳，啊，足腿这个两腿是相交，腕腿一样的啊，相交了啊，相交以后往后坐，那么再收势，足脚上来，虚步。 两手向外向上，合拢来，再往下，到腹部前，再重心往前移到足脚，右脚并合并。好，下面呢，我再讲这个转拳。转拳呢，这个先把转拳呢演示一下。 现在呢，我把这个转拳呢，分解一下动作啊，转拳呢，所以这个气势一样，三天式一直到都是一样的，对吧？这个三天式出来，三天式出来，那么这个转拳呢，就是说这个拳头呢，就是往上转，啊，往上转，啊，这个一起步以后呢，这个前脚呢，前脚一动，这个拳呢，这个右手马上也握拳，两手同时，右手跟握拳。 足手呢就横过来，足转横过来，这脚尖往外劈，啊，这三个动作呢都要一致的，啊，一致的，不能先动脚后动手，先动手后动脚都不行，啊，这个站好三体式以后，我要开始打了，那就是一动就是这个，马上握拳，这个掌门横过来，足转横过来，足脚往外劈，再上步，啊，再上步，往上转，哎，这个就是往上转的，啊，那么这个拳头呢？ 这个是横过来了，横拳啊，这个横拳，啊，拳头要握紧，啊，这高低也是跟别见一样高，啊，下面的手呢是往下压，往下压，这个拳背朝上，拳头往下压，哎，基本上在这个肘部的下面，啊，肘部的下面，身体呢后脚跟上半步往后坐，往后坐，再向前倾，再开始翻掌，翻掌抱拳，对不对？再上足脚。 这样足脚，这是一样啊，都是一样。足有都是一样，是吧？足一样，再转一个啊，这都是一样的啊。那么转身呢？这个转身打好一个，那么右脚在前面，向足转，啊，向足转。转身呢，那就是这个拳头放开了，放开，往左转，转过去，转过去以后，啊，啪，往前走，哎，这个。 右脚转的时候，足脚不动，右足脚重心在足的后面了，是吧？一上步以后，重心就在足脚了。那么转身的时候，抱拳还是有的，这个掌就从脸前面翻过去，翻到后面，翻到后肩，这个足脚不是别了吗？足脚马上起，就马上进，转，再进，再打一个，再进。那么刚才我打的是连起来了，连起来也可以啊。 连起来也可以，如果这来回打了以后啊，我这么着打，歘，再上路，歘，哎，这也可以啊，因为初练的时候呢，一步一步啊，练熟了，哎，连环起来了，歘，歘，我连环连起来穿，也可以啊，也可以的啊。那么刚才转的就是做了转过来，转过来的是歘一个，收势，那么这个拳下来也很比较简单的，到腹部前。 好，后脚上来。
下面呢，我想把抛拳啊，接下来是抛拳。抛拳呢，它是五行里边呢，属水啊，金木水嘛，啊，这个劈属金，木奔属木，啊，这个抛的就是说水。好，下面会先把抛拳演练一次。下面呢，我想这个抛拳分解一下，这个气势还是一样，是吧？跟这个三天式，所以这个每一个动作都是三天式起来，啊，三天式起来。那个这个抛拳呢，那么就是说，同样的要握拳，握拳以后，这个前脚主脚是虚步，那么虚步先动一动，啊，虚步动一动，右脚往前进步，进步呢，两手抓，就抓拳呢，往回收。啊，往回收，啊，硬物又再往回收，哎，收回来的时候呢，这个两拳呢，就是同时旋转，转为横拳，横拳在两腰侧，啊，但是不要到后面去了啊，不要到，就在前面腹部前面，腹部前面分开一点就行了，啊，分开一个拳头，嗯，这么分开，再进主脚，那么这个脚呢是斜方向的。啊，他不抛拳呢，是两个蟹脚，一个都是45度，这个蟹脚打的是吧？打的，那么进的时候，他这个进的时候往蟹脚打，嗯，啊，是这个蟹脚打，啊，那么这个动作呢，就是说这么一收以后呢，这个右拳先起来半拍，啊，起来半拍以后，这个足拳先起来半拍，啊，半拍以后呢。这个右足拳呢要得旋转，右拳呢在腰部呢也是同样要转过来，哎，这么进是吧？所以这个进去呢，我放慢动作的话啊，这么一收，这脚一出去，这个转了，嗯，出去，啊，所以这样子一个动作，所以这个一足拳呢，这个足拳不是这么啪拿上去的啊，它是从一点悬壶型的，这个悬壶这么悬上去啊，这么悬上去。啊，这么一收，嗯，这么出去，啊，再回来，上足脚，收回来，嗯，这个脚呢，右脚呢，往足脚跟呢，足阔脚呢，这个稍微靠一靠，靠一靠呢，在右脚出去，这个拳同时出去，啊，同时出去，再收回来，再同时出去，这是一个啊，那么再转身呢，再收回来，这扣步。啊，这个足脚扣步以后，这个身体又往后看，啊，往后看，在右脚呢再收一收，靠一靠，再向右斜方打，啊，右斜方打，啊，再收，再往足前方，嗯，是吧？哎，这样子连环的，啊，足有连环打，再收步，嗯，这收步了，收步就是扣步了，扣步这么一扣，哎，这旋过来，这个足脚就一靠。是不是啊？所以打的时候，这个一定要转腰。这个所以这个拳出去，这个足拳呢是往上出，这个右拳呢跟着这个肘部，这个肘部在往下垂啊，这个肘部要往下垂啊，嗯，这个肩也不能刚，这个肩刚上去也不行，哎，是要松肩承肘嘛，啊，松肩承肘啊，嗯，这个肘往下垂啊。那么收丝的话呢？这个拳呢，主拳呢，从上面绕到腰部，要绕到腰部，这个右拳转过来，再往身体往后一坐，嗯，这个有个下蹦拳，拿个下蹦拳，啊，再两手两拳分开，重心往前移，并步。好，现在我把五行的最后一个横拳，啊，演示一下。
下面呢，我把这个横拳啊，这个讲解一下。横拳呢，属于五行中呢最后一个，属于土啊，金木水火土的土啊，所以它是最后一个啊这个项目啊。气势还是一样，这样起，啊，三天式啊。那么这个三天式还是一样的。那么初步呢，出拳，这个出拳呢，它这个横拳呢是，竖来是横的啊，竖来是横啊，横走。这个右拳呢，直接从这个足拳的下面出去啊。那么足脚也同时出去，第一个。那么这个动作呢，这个横拳呢，练法上面呢，都比较其他四个拳呢稍许难一点。为什么难呢？难在什么地方呢？它这个动作呢，都是有点横过来，又立过来，要有点立的。这个拳也要立，啊，这个拳呢是立的，这个脚呢，足脚呢有点扣，啊，往前扣大概40度，后脚呢是直的，后脚又不能跟到后面去啊，这个直的。那么下面这个拳呢是往下压的，那么接下去呢，这个足脚呢再走一步，往这个鞋脚走一步，走一步呢，这个右脚呢上来呢，要沿着这个脚呢再往前扣步，这个步子就是说稍许难一点是吧？扣步，是吧？上去扣步以后，这个右足拳呢再往右拳下面打出去。形成这样一个动作，形成这样一个姿势，所以下第二个动作呢，就是右脚是斜的，啊，足脚呢是直的，所以形成一个这个有点斜踢式这个样子啊，斜踢影啊，这个这样的。所以这个横拳呢，竖身横拳都是正方向正看我，正方向看我是斜的，斜方向看过来我是正的。啊，这个他这个动作形状是这样的啊，再走一步，这个拳从这儿出去，啊，后脚是这么跟，啊，前脚是扣啊。那么转身了啊，转身呢，那么右足脚在前面，那么他这个转呢也是这么扣步，扣步以后右脚收一收，靠一靠，再往这边打这个。同样是先走前脚，后脚跟上去，这么走啊，又转身，这个扣步，扣步以后右脚足脚收回来，这个拳呢从此足手底下传出去啊。所以这个两肩头要顶啊，这个胸要松，两肩腰围要扣，两肩扣，这个两个膝盖也是扣住啊，可以有时候要碰到的，两个膝盖是顶住的，啊，也可以顶住的，顶住。这个膝盖有点顶住的，可以顶住啊，顶住了以后呢，这个身体呢就稳住了啊，就稳了啊，啊，再上步一个，再顶住，啊，一定要顶住，啊，那么这个拳头高度也是跟别人一样高，是吧？那么收势呢，这个脚呢，足脚转直了，这个。右拳下来，把腹部，再并脚，